你让我看一下你照片，我跟你拿我穿 JK 制服的交换。哇，那我超想看的。好啊，我给你发过去了哦，是我朋友偷拍我吃鸡排的时候的照片。是吗？我的天！哎呀，发一下那个真正的照片吧。哇，我想让你坐在你表姐那个位置，然后呢，我坐在你旁边。你想得美。你有全身照片吗？我有啊，那你先给我发你的。就这张吗？你跟 Faker 合照过啊？这是你吗？啊，是我啊。好厉害啊！你们是怎么在哪里合照的？他，我教他玩妖姬。你教他玩妖姬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别把你那个照片忘了呀。没有，我发给你。这是你啊，好看吗？我这张照片，你长得好像那什么，你长得好像是那个，你长得好像演员新柱他老妹儿那个小葵，你知道吧？你能发个张像人的吗？像人的能发一张吗？你发一张像人的啊？不是你们小姑娘照女生的照片咋都这样啊？就看完以后就是每一张都不一样。每一张都不一样是吗？啊，那多好呀！那就是你，比如说你跟我一个人就是聊得来，那你就等于跟365个人聊得来。咋的？你有闺蜜啊？没有，我一个人就是等于就是我的闺蜜团。就跟你在一起的话，等于拥有了你的闺蜜，是这意思吗？差不多吧。你喜欢什么样，我就给你 P 成什么样。啊，全身的全身照片，妹妹。好的，我发你。怎么样？我再给你发一张沙滩照，你千万别眨眼啊！